赵天麟委员又当了三届的国安外交委员的召委。那假设这个中大女子是刻意来接触赵天麟召委，后续影响可能会什么影响？你们说明一下。报告委员，这个绝对是在检察官的考虑之内，我们应该予以尊重。不是，我今天问你呢，不是问调查，我问你的是基于国家安全局的立场，假设这种情况发生，案情调查归调查，我没有问你调查内容啊，我是说这种情况发生的话，对我们可能国家安全可能冲击，你没评估过，有没有想过？报告委员，这是具体的个案，真的不宜在这里评论。包委员，我也是检察官哈，我们检察官在侦办案件的时候，对于所有的资讯，我们都希望能够充分的了解。我们现在跟他说是或不是，对或不对，对检察官的侦办一定会有影响。万一将来的结果跟副局长，我问你的是，假设这个中国女子后来证实是主动要接触赵天麟委员。那后续可能对国家安全的影响，我没有问你案情啊，或者我跟案情无关啊，你的可能影响会是什么？这个对大院来讲影响很大，这种假设性的东西真的会影响当事人。好，对立法院影响很大，是对国家社会影响大不大？也很大。好，所以我们不宜评论。好，你是讲了这个案。那个张伟，我想请问一下国安局，你们应该也有收集到资料吧？才不敢讲，不方便讲。哦不不，这个很多事情，就是说，这是具体的个案，我们讲的真的是会怕会影响到检察官的侦办。